通信行业很感兴趣，北邮在这一领域有最好的师资条件和学术氛围，相关专业的排名也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的选择。来到北邮之后，我发现北邮确实学风严谨，低调务实，能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很值得。北邮的老师不论多有名，也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不管你有什么疑惑，都可以尽情地和老师商谈。我们平时上课、作业、交流靠的都是计算机和最先进的互联网，你想要跟得上时代，就得将计算机融入到学习生活中的每一点。在一些需要特殊知识的复杂实践任务中，常规的实验室往往不能胜任，学校的老师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各种高端的器材及国家级实验室都可以使用。苹果产品最近为什么这么火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它出色的用户体验，呈现了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我们不仅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同时注重自身的艺术修养，从而把生活中的艺术与技术连接起来，使生活充满更加严谨的美。我们北邮有一个论坛，同学们有事的时候喜欢到上面搜索一些有用的信息，没事的时候也喜欢上去水一水。我记得在智能手机刚普及的那个时间啊，就有一些同学知道了不同版本的这个论坛的手机客户端，有的关注的是界面的美观，有的同学关注的是这个应用里面算法的合理性，这样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些客户端都得到了不断的改进，直到现在。其实这也正体现了我们北邮的一个特色，那就是学以致用，同时呢创造一种良好的这个竞争的氛围，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都可以得到提升。这样的例子在北邮其实挺多的。Facebook 最初的版本不就是在校园里兴起的吗？同样，百度、360这样现在已经不可或缺的东西，其雏形都和北邮息息相关。北邮人人开发的互联网产品，最终都渗透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集团层面上的管理层有45%的领导是北邮毕业的，在北邮学到的东西，您肯定会有机会在你未来出去以后获得更好的一个提升跟发展跟应用。我在百度的经历其实给我感觉是一样的，我的在校生活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我的工作也是非常大的正向的帮助，至少在我人生经历来说是我一个质变的一个舞台。北邮出来的人是非常敬业的，他能干事而且能干成事。那么就当前整个国际的乃至于我们世界的这个通信市场来看，通信行业仍然是一个未来发展前景非常好的一个行业。而且北邮学生出来以后几乎很多地方都抢着要的。但我觉得可能对于目前而言，北邮人更重要的是要不拘一格，你要想着你的梦想。信息发展是我们的时代，也是你们的未来。